黄日华32岁女儿晒靓照，染金发，皮肤白到发光，美貌出众，已出道多年。12月26日，黄日华32岁女儿黄芷晴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美照，分享自己的近况。为了迎接圣诞节，黄芷晴到高级餐厅吃大餐，只见桌上摆放了很多酒杯，至于坐在对面的人是谁，她没有多说。吃完饭后，黄芷晴靠在窗帘前拍照，此时她已脱掉长外套，露出里面的黑色针织衫，一头披肩长发剪短并染成金色，打扮十分时髦。她继承了父母的好基因，眼睛大而明亮，鼻子和嘴巴都很精致，皮肤白到发光，美貌十分出众，再配上苗条的好身材，外形吸睛。对于女儿入行的决定，黄日华十分支持，早年曾带着女儿一起演戏。黄芷晴却出师不利，她与爸爸当时加盟的电视台还没正式开台就倒闭了，以至于拍的戏没什么水花。之后，黄芷晴很少再拍戏，主要做模特为主，这些年频繁出席活动为品牌站台。与此同时，大学读设计的她还创立了复古手作品牌，一边发展演艺事业，一边做生意。事业不顺的她，感情路也十分坎坷，多段恋情都失败收场，至今仍未婚。2019年，黄芷晴与爸爸黄日华一起参加内地真人秀节目中，她与男演员陈一天互生情愫，可惜后来两人因聚少离多而渐行渐远。之后，黄芷晴再也没公开恋情，此前受访时表示自己仍是单身，不太心急嫁人，还说享受单身生活。不过黄芷晴长得那么漂亮，身边一定不乏追求者的，相信她总有一天会找到对的人。